大家好，又系我 Jordan。今日我带你睇呢间屋咧，就系16769 Ventry Way 喺 San Lorenzo 嘅，系两房一厕，876尺，冇管理费嘅。咁啊，呢个就系个厅啦。我睇一睇个厕所。你睇到個廁所，樣嘢都比較新啲，都用得到，唔使裝修，或者油下油就算啦。啊，每一間房每一個牆都有唔同嘅顏色，未必大家中意啊。呢個第一個房。雙層玻璃的第二個房，這個衣櫃就比較大一點，比剛才第一個房那個。這個就是個廚房了，裝修過，前面這裡就是個吃飯的位置，擺了小小的桌子這樣的。我哋睇一睇個車房，車房好闊落，一架車位嘅車房都好闊落。咁你睇到呢度咧，就係放洗衣機啊、乾衣機嗰度嘅。咁啊，後院就咁樣啦，細細地啦。但係側邊咧，間屋嘅側邊有個少少個壓。好啦，今日又睇完呢间屋啦。如果有啲咩想知道关于银行屋嘅，请你打电话俾我，我电话系415-254-0608，或者上我个网站 bayareaforeclosurebus.com。拜拜。